姥姥，你花300块买苦瓜干嘛？傻小子，这是可可果，姥姥给你做了你没吃过的巧克力。你吃过巧克力吗？臭小子，姥姥今天非得给你上一课。发酵5天就可以了。姥姥，我都等了一个星期了，这玩意都臭了。急什么？待会你就知道生气了。晒干后的可可果就是这样的。真是巧克力，这回心服口服了吧？大家帮姥姥点个小爱心呢。姥姥，你对我这么好，不妨在评论区给我买双鞋吧。最近有活动，我喜欢的 AJ 配色可全了，保证质量还好。怪不得你小子这么殷勤呢。